所以咧，咱即摆所讲的这吼，就是咱婆媳之间，较早大家较欠卡，哎，欠一个卡少的。你再做媳妇，你就爱栽天冬啦。但过即摆媳妇足好命，因为较早大家吼感情就较早吼无好过，所以咧，伊即摆甲媳妇拢款待足好势。我嫁妆卡就是爱做啥物？做神嘛，做禅嘛，所以讲查某囝唔通嫁禅宗，禅宗的神父讲目屎配饭汤，一粒柴米公主交碗汤啦，迄个做死兼善死，佫兼无事啊！哦，你也看有可能，哎，因为人讲吼，嫁禅爱经好禅地，娶新妇都爱经一种好娘类啊，啊，嫁好阿公爱经一种好老爸，哦，所以讲吼，有诶查某足刁头，啊，讲伊两句，讲到舌头啦，这就是咱个刁头兼娶啦。哎，过来了，厝内唔过讲过后头，哎，亲戚朋友讲海头啊，因为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哎，所以照说着食了目睭起烟雾，暗时困拢袂天光，胭脂水粉捧去放床头，放到朝八远啦，无保养吼，真正嘛是有差啦，斑斑点点出来了，会给你帅哥，人家爱讲哦，迄叫做智慧斑，唔能讲叫做老人斑，因为人生七十才开始尔嘛，八十满满时嘛，现在台南盐水老街那边由黄朝纯黄先生所拥有。那以前学骑脚踏车，你们家有脚踏车好惹人问着，可是呢，你们家脚踏车一定要缴什么缴牌照税、牌照税。哎，可是呢，从民国56年开始就全部废除了哈。那时阵嘞，无半步啦，因为天光的时阵你讲行落水，中昼日头大讲惊曝死啦，暗时八二天光听看到啥物，鬼啊只个，就是只借口嘛。咱走开吼，人讲一家酒家当一口走啦，两口走的时阵吼，就是代表讲咱只今日是谁拢已经成家立业，用什么做的？是用我们的苦灵树。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去看我们的苦灵树，那苦灵树在我们台湾这边还有一个树名叫黄金树黄金青，那这个呢八仙桌以前为什么只加蜘蛛，所以人说查甫人坐坐囡仔人背坐，咱查甫人是有七七的，就是有得煮没得吃，因为早期农业时代男女不平等，没有大碗公那个把他整碗的剩菜拿到那个我们的这个灶的旁边下去享用，那这个椅子呢以前早老一辈子人他们有两种做的版本，第一种的话他们就是将脚翘起来，哎，这个的话大部分他们就是在喝酒的时候他们才会做这样子哈。然后第二种版本就是将两腿有没有全部都哎用起来，这个的话又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每一种姿势有每一种姿势他们的那个，所以呢一只脚抬起来的时候就是喝米酒，两只脚抬起来就是要干嘛，就是要赌博的。来，你要吗？好，那我们继续往外面这边。来，那首先跟各位来宾介绍，他可能不了解，你们现在全部都是用到遥控，那可是以前没有，以前只要电视的门一关起来的话，它就怎样，全部自动断电了。借尸还魂，借尸还魂。来，那接下来跟各位来宾介绍的这个就是最具特色的，就是我们的什么？药包袋，看一下你里面缺少什么物品，他会把你添上去，然后一个月就是我们的保温珠。那以前吃这个药一定要看图案哦，你如果没有看图案的话，你也不能乱服药。所以呢，头痛的时候他们会将拳头握得紧紧的放在太阳穴这边。那黑骨穿少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气喘，他要怎么样表示？一心为一只黑啊，为一只骨骼，为一个世纪绍兴。爱画三行呢，不穿少呢，你也看较早啦啊！伊个图样他又不能画得太大，因为他一包药只有小小的而已，我不要那等于画遐大，所以拢画遐足细。